打劫。你做乜嘢啊？打劫。我问你想点啊？你把刀系假嘅，嗰日行到离行嚟啦，打咩劫啊？咁我行啲咯。喂，你唔好行埋嚟啊！我叫非礼噶。好心理啦，你以为自己好大只吓？啊，黐住咁嘅头公仔，觉得自己系恶人啊嘛？你认真少少得唔得啊？喂，好啊，喂，捉得佢啊！好啊，痛啊，喂，好啊，血痛啊！其实我系好人。哦。几个月冇饭开吓，上网见到有条傻佬仔打劫俾阿伯恰，咁我觉得我 OK 啦，咪试下咯。系错咩？其实我唔想噶。咁你认真少少啦。我咁样都叫唔认真啊？咁使唔使加啲诚意啊？诚意就唔使啦。有咁多年嘅待客之道，啲客最重要系资讯清晰，同埋我哋都要好有礼貌。第一，请你预备好足够嘅现金。第二，任何身份证文件、信用卡，请你收好。第三。银包我都不会拎走，我主要是拿现金。第四，散纸我都不会拿走的，请你留回去搭车啦。第五，非必要我是不会行使武力的。第六，任何协助成功打劫的道具只是作参考之用。第七，今次不接受任何电子付款方式。第八，为了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们打劫是不会打劫任何电子产品的。多谢。另外咧，打劫都要具备良好嘅条件嘅。啊，你个身形都唔错啊吓，仲识得拣女人嚟打劫，容易啲成功啊嘛。不过咧，你嗰把胶刀仔咧，就真系令到被打劫者好失望。唉，大姐啊，我真系都谷亲啊！你叫一个年轻靓女做大姐已经死忌嚟噶啦，何况你唔好睇小女人嘅威力啊！除低你个口罩。第三点，要你打劫前要做好资料搜集。点搜啊？即系叫你咧，唔好揾啲咧又靓又聪明又好打嘅女仔打劫咯。望都望到啦，天才。最后记得识得拣天时地利人和。日光日白已经是大忌嚟噶啦，不过你都叻噶啦，识得拣后巷，而我咧都可以好轻松咁样逃脱喎。切记啊，唔好将自己咧摆喺危险之中。如果真系要冒险嘅话咧，唔该你戴翻个头套先啦。我有啊，你啦，我惊勾嘅啫嘛。唉。嚟打劫王道，睇下原名丝袜啦。哇，大师你边度变出嚟噶？嗱，呢对丝袜咧就唔收你钱啦。头先教你嗰啲嘢，唔该俾学费啊。多谢大师，请问要几多钱啊？抗疫价钱2980元。我冇 cash 喎。咁你 pay 边我咯？诶，得嗱，碌卡。多谢你啊，老师。学以致用啊，而家自己埋场练习下。多谢你啊，我想问下点样可以跟你学多啲嘢啊？你好啊，我是打劫的，麻烦你将你的现金、信用卡、支票和所有值钱的拿出来啊，麻烦你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哪个身份？因为我是打劫的，不好意思。你想怎啊？先生，麻烦你将你所有的现金和你的信用卡、支票和所有值钱的拿出来。
不過你放心，我係唔會打劫你嘅身份證明紙嘅，亦都唔會收神沙嘅。OK， 咁啊，當然啦，電子支付方式我亦都唔會收啦。我話俾你聽，咩叫打劫啦？攞錢出嚟啊，翻埋牆啊！錢啊，好咁多嘢。嘥我時間。電話咧？我哋係唔會打劫電子產品㗎。我唔理老豆啊！我俾機會你報警。神，你學多兩年先去打劫啦，浪費青春。先生，請問喺邊度學㗎？上網學啊，睇 YouTube 啦，認真啲啦你。YouTube， 我咪睇緊 YouTube 學嘅咯，要搞錯啊！